同志们，这个分家的消息，今天杨书记本来不应该宣布的，但是杨书记已经宣布了，我就得有态度。众所周知，北极股份是在汉仲集团的温暖的怀抱里成长壮大的。那是，没有汉仲的温暖，你们老北极恐怕早就破产了。 没有汉仲集团的支持与呵护，就没有今天的北极股份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北极所有的员工都将永志不忘。向杨书记、向周总、向汉仲集团、向在会的所有同志，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。